Good morning, yeah. 让我们来见光，来 ，one two three。Harry and John。啊？讲。I love you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就是出门啦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去吃 CC 板面哦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我们的午餐。要哪一个？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我呢？听讲你是给这里 sponsor 的我，所以你点了很多啊。就是认知认教，大家开开心心吃就好。我们吃不完，等再等的话不可以。爹爹，第一餐吃到好吃，真的很幸福。各位，你们第一餐睡醒，我一定要吃到超好吃的食物。你看爸爸 kiss 了吗？嗯呀 ，kiss 啊！哎呦，喂啊 ，kiss 爸爸一个。哎呦，哎，拜拜。西西，拜。喵。拜。OK， 我们就是到我们住的地方了。等下 Dixon 啊、小王、山，还有一个我一直都没有见过的，就是子柔也会来。然后等下拍给你们看。盲盒，见面礼嘞，还见面礼。嗨，那子柔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我买给你，这么露额头吗？哇，你买给我啊？这是你啊？哦，这是我的。给你吧，谢谢小王跟迪森，好不好喝？哎，来啊！现在看我老公表演大力士啊！刚刚拍有 IG 版，现在拍 YouTube 版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喽，来吧，快，哎，不要穿的。来玩啊！啊啊 ，Yes， OK 啊！你要跳起来 ，OK， 三，你要跳起来。没有在做效果，但是真的很像滑滑梯。快点，快点，我跟你讲，你发高一点，快高一点啊！这个节目效果，这个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这样子是真的可以，是真的是可以 ，OK。这个节目效果很不错嘛。刚刚没有没？安静啊！你们两个，我看到什么东西？吃早餐先。偏偏闹龙龙赛。你的头发是炸开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人啊，他是不喝白开水的人啊，一天到晚喝饮料喝酒，他不要喝白开水。我现在叫他跟我喝一个半杯哦，好像要了他的命。一个人不喝白开水可以吗？哎呀，哇，滚吧。哎呦！乖乖。哇，美食部落客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们看他睡觉，很可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Wing 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Wing 哎。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女朋友，哎，就是未来的 Miss Asia， 未来的 Miss Asia。我跟你讲啊，他最近参加了那个选美，你是拍 OnlyFans 啊？对
你看我们是不同职业的，这是 OnlyFans， 一个是选美小姐。你不要侮辱她，你不要侮辱她，不会跟你比较。对，你看我们就有一个墙壁。让我看看。哎、欸，请付费哦。你出去，然后再走进来。请。嗨。哇。Yes, it's me. 是我吗？没有。就是刚刚那边有，刚刚那边有对吗？可是你没有熬到我要的 point 呢。换换换，我们的 next customer 吗？没有有吗？我怎么在感觉？来要来要，三角。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笑什么？几点了？6点。1:28，我们约几点？我不懂。你不懂？我懂。好，你的说，你的朋友来承担。哎，等一下，几点？等一下，很丑，你不要怼我。几点了？你回答我。你不要怼我。我跟你讲，我有镜头恐惧症啊。真的没有？看到你救我。他以为有镜头在，他就变乖巧。你知道他平常怎样吗？见人就矫情。哎，其实你看起来比较贱。哒啦，现在麦色有点不好看，可是聊我们摆盘了哦，还是好看。是不了，他帮我们做公司要这样。一。三 go 喂他再撑多两秒我就不可以，你要推住他，可以哎哎，你是巫婆的烂脸，你是巫婆之大脸，没事的烂脸，比大脸，比大月亮脸。哎，大姐，这么前面面墙哦，是你的脸，是你的脸 ，OK， 是你的脸，是你的脸，我们是一面墙壁，怎么只有月亮呢？我们是一面墙壁，打造高妙东西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OK， 第一个愿望就是在这边的所有人明年都还是一直在。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都越来越进步，然后大家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。哇，伟大嘞！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啦，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是准备好要回家了。可是，在回家前呢，我们会先去阿旺跟 Jasmine 的家吃米红龟。我没有去跟他们去吃米红龟，因为我等下要去找我的 Tomato Stay。他好吃阿旺的米红龟，他们讲的太好吃了。他没有吃过，我不允许没有人家吃。超好吃，而且三种口味有。我懂。有清汤的，有冬阴的，还有辣的。没有吃过不允许。哎呦。Hello。Hello。Hey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Wing。弟弟，你记得吗？哥哥，三哥哥，他们两个都刚睡醒。哇。OK。料有海鲜豆腐。有菜，有这个豆鸡，鱼饼，跟这个碗，
所以你看一轮你什么不吃？哦，我什么都吃的。什么都吃？嗯。哦，哎呀。你看他们两个玩钢琴，哎，哎呦，很可爱哟、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棒啊！可是你可以煮一顿 baby 的吗 ？baby， 嗯，弟弟。一来一定要丢难做，需要有点分了没有？我的老味，你真的好吃。当初你们没有吃到了什么肉？三层肉。哇！好笑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加料版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来 KL 最值得的就是吃这餐。这是我第二次吃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粿。这样才有味道吗？哇！我不要想东面么嘞？嗯，拿多下哦。OK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哇哦！哇哇！我已经吓到。这是对厨师的 respect。哦。你们懂哪一个是阿对的吗？这个，那么辛苦做，辛苦了是吧？再去管哇，你们看，哇，阿姐的，姐你看，妈咪煮，哇，来我第一口啊。要不要？他们突然间跑去房间很久。Excuse me。原来他们是拿这一个出来。在这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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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相机的关系，在拍摄这段影片的时候，我竟然没有开到声音。那么好啦，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拜。